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Winwin 啊。今日系英国一年一度嘅 Bonfire Night， 每年呢个日期都系可以放烟花嘅。如果 like 我呢条片，记得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啊。OK，Let's、okay? go。今日我就去咗 Tesco 买烟花。而 Tesco 會有個特別 counter 係專係買煙花嘅。而家開箱睇我買咗咩種類嘅煙花。首先呢只係五支裝嘅 sparkler， 入面有五支喎。另外呢盒 Trade Nights， 呢幾日都不停聽到出邊有其他人放緊煙花，我都好期待今晚可以放煙花。而 Bonfire Night 係紀念一位叫做 Guy Fawkes， 佢喺1605年因為唔滿意當時英國迫害限制宗教嘅自由而起義，打算就喺呢個國會大樓放置兩噸火藥。不過最終計劃都失敗，而 Guy Fawkes 被判死刑。英國就定了每年11月5日為 Bonfire Night。呢盒就話可以有16個 shot， 我哋選擇咗喺 garden 嗰度放。首先試下16個 shot 先。由於安全問題，所以揾個花盆穩固佢先。
哇，好靓啊！如果 like 我呢条片，记得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啊！下集见，拜拜。